我儿子外出去度假了，他委托我照看他的狗。为了方便狗狗的饮食起居，我暂时住到了儿子家里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起来了。起来后，我简简单单的泡了一杯茶。苍蝇在天空盘旋，大概树林里有许多小动物吧。按照狗狗吃饭的时间表，我给了它狗粮。它吃得好快哦，还没等我给它水呢。他已经三下五除二的吃得差不多了。等他吃完了以后。我把它放到了院子里去溜达溜达。我换好衣服以后，和它在院子里面玩了一会儿。把脚擦一擦哦，玩够了吧？是吧？来，come on，后面的脚，this one，good，今天比较暖和，像春天一样的。我坐在前阳台，边晒太阳边看书。看来狗狗很不情愿让我安安静静的读书，它一直在打扰我，想叫我跟它玩儿。天气这么好，我还是决定带狗狗回到我自己的家。我家的院子大，狗狗可以尽情地在院子里奔跑。我和老公带着它去咖啡店买杯咖啡。去咖啡店要过一条繁忙的大马路。狗狗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大的马路，我真担心它会不会害怕。还好，看上去他虽然有点害怕，但还是勇敢地过了这条马路。我老公进了店里买咖啡，我带着狗狗坐在外面。Sit，刚才他以为那位男士是我老公呢。Sit，Rosie，Sit。我老公不是在玩手机哦，他是在工作，现在的工作都搬到手机上了。
回到家，我想翻看一下刚到的杂志，可是狗狗还是要我跟它玩，它真的是精力充沛。为了它能在回去的路上安静地待在车里，我还是跟它玩了一会儿。次日的早晨，我把客厅里的椅子搬到了厨房，等我儿子回来之前再把它们归位。厨房里有一面墙的窗户，早晨坐在那儿喝茶，可以看到后院的风景。茶几上好像缺少了什么，啊，缺少了一束花。Rosie, stay, okay? 我这就去买花，顺便买一些零食。我儿子家没有花瓶，我就用玻璃杯代替花瓶了，好在这个玻璃杯不难看。放了一瓶花，顿时感觉就两样了，房间里不再那么单调了。我把剩下来的花插在小杯子里，放在餐桌上。在儿子家，一切都不能讲究了。我用量杯来泡红茶，这显得有点奇怪。在这儿没有烤点心的工具，我就在超市买了包饼干，当下午茶的甜点。小馋狗，我很抱歉呀，我不能给你吃这些。